但曾说过不考虑赵丽颖这种类型。真正的女孩子，这个类型的女孩子我会考虑，但是丽颖是不会考虑的。就我比较喜欢，就还是就单纯啊，可爱啊。还好我们丽颖都怼回去。一样的嘛，就跟我不会喜欢她，我喜欢大 boss 一样，她 hold 不住。